今天只公布前四的歌手，本场也是本季票数最接近的一场，第一名到第四名票数相差41票。我们先揭晓第一位，听到好消息的是，他就是华晨宇，恭喜你进入到前四。那么接下来要公布第二位进入到前四的歌手，他是一位资深唱将。资深唱将很多呀。一二三，腾格尔。第三位进入到前四的歌手是，大家觉得会是谁？喝口水。哎，好像你芋头票第一名是汪峰老师。汪峰老师，那么他会不会在大家拥有3票的时候名落前四呢？我跟你说，洪涛，你要是再玩这套，不管是什么，我只能冲过去了。第三位就是汪峰，我受不了。啊，是我哈、啊！哎呀呀呀！谢谢谢谢。